哪去啊？我是新娘啊。哎呀，你刚才做什么了？我出面膜了，刚才。哎呦，这脸还用做面膜吗？妈妈呢？妈妈在，这个不是妈妈，这个是我的孩子。我知道，我说妈妈去哪儿了？妈妈啊？在成都住。啊？在成都住。说啥？我说在成都住。她在工作呀。这家可爱臭美的，自己做个面膜还。他妈妈去超市了。谁是孩子呀？你是孩子呀？不是，我是妈妈，妈妈，我的是妈妈孩子，不是妈妈。一会儿干嘛呀，老二？啊？夕阳完了，我一会儿去玩了。去哪儿玩啊？外面啊？我说，不带你去。我不带你去。行，不带爸爸去。因为你是孩子。因为我是孩子。